在我面前没有不好杀的人。我这个干将怎么说呢，我这个干将啊，他这个命中率不是很高，命中率不是很高，但是我真的是甩技能还是有一套的，你只要保证自己的剑快，他就一定赢住。那我拿个吧，这不叫全部扔爆了吗，是吧，你只要扔得够快，这个运营商就会过来攻击。我试试啊，我看能不能杀了他，我觉得好像有机会呀，我还是觉得有机会，对不对，你只要技能扔得够快，你就一定能杀人。站在后面是吧，疯狂甩，然后再刷，怎么刷，两剑开大，四剑再见，只要你的剑够快就可以像我这样。这英雄不好操作他，我顶开大就是四剑，再两剑再见，是吧，在我面前没有不好杀的人，来跟我嬉戏一下朋友，打不到打不到，我顶啊，施药远剑四剑拉走位，是不是，然后把它顶开，我顶啊，小拉走位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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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先不闹，开什么玩笑，我们明天见。